年来，海涛法师持续在世界各地扩展救护生命、护养生命的慈悲置业，至今在斯里兰卡已救护了超过6000头牛，其中一些牛只因为身体衰弱，为了保护照顾，因此设立了护生园区。沿着僻静的黄土小路，在一处天色映照的湖泊边，牛群不怕生地大啖人们递来的草粮和水果。这个地方可以说是全世界牛最快乐的地方了。我们在缅甸、台湾、印度、尼泊尔都有在做护生园区，特别牛的。但是我今天来看，这边是最快乐、最自由的，而且，但是有一个问题，就是缺草，因为种不起来。我们在台湾租了很多土地，种了很多草，但这边没办法种起来。所以刚刚我也问到法师，他说一年有6个月要买草，一年6个月买草啊，然后每一天买草是2500块这边的钱，大概20块美金啊，所以我就长话短说，所以现在要大家帮忙的是每个一年6个月买草的钱，还有他们这边工人照顾的钱，还有有时候牛生病看医生的钱啊，所以这也是一个功德。那一般的老牛都送到这边，有生病的，然后那些能够做事的，他们我们就送给了贫穷人。刚刚我们进来这个区还是算贫穷的地方，所以大家把握时间要做功德的，一天20块美金，一个月叫多少？600块，对不对？都可以，我们出多少算多少，就买草的钱，还是帮助医生的钱等等，帮助护生员运作的钱。不过这边也要感谢斯里兰卡的政府提供这种地方啊，法师的威德力才有办法让我们在这边种福田，种福田帮助这些牛。好，这是新加坡慈悲生命协会护持5000美元。哎，吃牛肉了，赶快过来啊！现在我们要用医生草来偿还。这边的牛比较温柔啊，各位来这几天有没有觉得斯里兰卡人比较温柔，不吵架的，不吵架的，不骂人的。放生就是给物命众生一个机会，一个重获自由、重拾生机的机会，一个皈依三宝、听闻念佛的机会。千万不要因为任何的毁谤阻扰，让受苦受难的物命一点机会都没有。这一次出来，我们至少要救400只牛，事实上布施的超过这个了。但是因为我们救牛每个月有1次、2次的活动，一次都至少100只啊，如果不断的延续最好了。所以我们不断的救，因为在斯里兰卡没办法，虽然佛教徒不杀牛，但是回教徒要生活啊，杀牛是他们的工作，婆罗门教徒杀羊是他们的工作，就像我们华人吃猪肉是我们的生活一样啊，但是无论如何，能够救多少就救多少。刚刚我们合起来布施，合起来算是19244元。布施这个护生园，随行大众发心护持护生园需用的草粮近20000美元。随后进行慈悲的上供下施和药供。愿这边的水神、山神、树木神，所有动物乃至往生的动物都能够皈依三宝。如果这个世界所有的人都皈依三宝，那动物就快乐了。所以
愿这个世界的所有生命，特别是人类，都能够皈依三宝。所以也希望这些护法善神皈依三宝护持，祈请十方法界当成就未成就之一切众生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祈请十方法界当成就。随着庄严的仪轨，大众清净慈悲的发心点亮了天空，护身善行龙天欢喜，苍穹开着一朵朵祥瑞金灿的净莲，斑斓的云朵织满了天幕，金色的光束投射下来，所有的景物都染上了一层瑰丽的光彩。此时天际又出现一道盈盈浅笑的泥彩弯红，不可言喻的法喜萦绕天地间。各位来到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是世界最美的，对不对啊？因为慈悲就是最美的，心中充满爱就是最美的，所以愿大家天天如此，好不好啊？一切随缘，天天如此，不要被境界影响了。临睡前，师父和大众一起种植一棵菩提树，纪念这个因护身、施食善行而天地成祥的一天。最近在生命电视台看到了地藏菩萨的动画片，很多人很喜欢，我们也把它翻译成日文、泰文、印尼文，各种国家的语文包括英文来弘扬出去，所以非常感恩发心的大菩萨来制作这个90分钟，一分钟50000块台币，90分钟，但是呢对世界对佛法的影响很大。再来就在制作观音菩萨的动画，然后呢我们也制作了很多短短的3分钟、5分钟的卡通动画，关于慈悲佛教的故事，所以希望大家多护持这个以动画漫画弘扬佛法的大计划，让我们成为大功德主。阿弥陀佛。邀请您护持佛教卡通动画制作，护持正好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生命电视高雄鹿竹中心举办八关斋戒暨慈悲施食法会，恭请湛石法师主法，日期10月21号星期六上午8点半，地点高雄鹿竹中心，地址高雄市鹿竹区中心路18号地下1楼，联络电话07-607-3377，07-607-3377。
生命电视屏东菩提道场举办礼拜慈悲三昧水忏点灯药供暨护身法会，恭请暂时法师领众，日期10月22日星期日上午9点，地点屏东菩提道场，屏东市棒球路59巷18号，电话0875160018，0875160018，上午8点半于屏东候车站备有接驳车。那释迦牟尼佛过去世，做公主，做公主，我这边做公主。那个时候，燃灯佛还没有成佛，做比丘。那有一个佛早成佛了，那这个或许这个公主的哥哥成佛了。那成佛以后，回到国家应供、讲经说法、结下安居3个月。那个时候，这位比丘，哎呀，难得有佛来说法，他就发愿要供灯3个月，3个月结下安居，3个月天天供灯。但是他只是一个持戒比丘，没有钱，所以呢，他就要每天忙着去把号吐卦，吐卦干工。哎呀，我要发心供灯3个月啊！你们布施油给我啊，布施灯具给我啊。啊，布施灯芯呀，油果不够，中间还有一个灯芯，还有一个带油的灯具，这三种物件。所以他每天都出去。后来公主知道这个事情了，那公主就跟这位比丘说：“哎呀，法师啊，你不用那么累了，这样好不好？油啊、灯具啊、灯芯我都有啊，所以我供养给你，然后呢，由你负责来供养。”啊，我的哥哥已经成佛的哥哥，这样好不好？比丘很高兴啊，哎呀，公主你发大心啊，啊，让他能够满愿。结果3个月供养完了，供养完了，啊，大家很高兴。那个时候呢，那一尊佛在大众就说啊，这一位比丘发菩提心，供灯，这样呢来庄严三宝，他未来成佛叫燃灯佛啊，哇！大家就很高兴啊，随喜。那个时候，这位公主也站起来，她说啊：“哎呀，哥哥啊，伟大的佛陀啊，哦，你受记，这位法师将来成佛叫燃灯佛。事实上，我告诉你，那个灯油灯具都是我出的啊，啊，我也愿意将来跟你一样成佛啊。”所以那个时候，这一位佛在带大众受记，我这个妹妹公主，她也发心了，供养灯具油，她将来也成佛，叫释迦牟尼呀，啊，这个就是过去定光古佛跟释迦牟尼佛过去世的一个因缘。所以我想，供灯供多少到其次，重点是两位。都发心了，佛已经成佛，能够普度众生。今天我供灯，乃至我布施油具，也愿我将来能够成佛，普度众生。所以我想，这就是我们今天供养燃灯古佛啊最好的方法。那定光，那为什么在中国会特别叫定光古佛？因为燃灯古佛也曾经在中国示现成为一个出家人，那么降服了地方的磨难，解救了对方的贫穷，超度很多鬼道等等，后来舍报以后，人家才知道他是定光佛的示现啊，所以给他叫古佛再来的那一位出家人。而且这位定光古佛特别照顾妈妈还有怀孕的小孩子，那他有发愿，如果女人怀孕了，或是希望生下来的小孩是个发菩提心的菩萨，只要怀孕那段时间多念我定光佛，定光佛，生下来的小孩将来必定是个菩萨，乃至能够发心出家。
护持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